Mario Kart 8。嗨，我是薯汁，今天我们又回来玩我们的马六赛车8豪华版啦！上一集我们终于突破了我们的 50cc 啦，耶！总之是轻松的过关了。当然，小绵羊的三星计划在突破 200cc 之前是不会停止的，目前也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了。所以说，紧接着让我们朝着 200cc 继续迈进。事不宜迟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游戏吧。来，单人大奖赛。50cc， 不，回来，是 100cc， 啊，讲得太习惯了，李希斯会，哎呦，上次也有汽车零件哦，来看看是什么，电子轮胎，老样子，我们的滚轮轮胎就够了，开始吧，香菇杯，没错，又从头开始了，来吧，我们的香菇杯。Go go！ 100cc 的香菇杯，来吧！香菇杯马里奥赛车竞技场，又是这个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三星金奖杯我是拿定了。来呀、啊，第一场比赛，三、二、一 ，Go go！ 哈哈，来，提振士气，打个招呼。用力给他甩个围，吃个道具。哎呦，这个是半半龟吗？来，用力甩个围。红色龟壳，哎呦，我难得拿到红色龟壳，是因为 100cc 吗？哈哈，用红色龟壳打，哎，我很想要华丽的说用红色龟壳打红色龟壳的。没关系，红色龟壳也是可以防住好我自己的，保护好。说真的，我觉得，我现在跑下来，就感觉好像。跟 50cc 差不了多少啊，喂，这也没跑多少啦。果然 50cc 跟 100cc 对我来说都难度都还太低，大概是。可是我觉得以 100cc 的速度来说吧，就是 100cc 至少你应该是看不到别人的车尾灯这样才对。不过尽力跑跑看，说不定还可以看得到，嘿嘿，这就要看我的技术了。很好，钱币圣人目前是吃满的状态，然后身上有一个红色龟壳，我怕别人超过去，别人超过去我还有可以用红色龟壳打他。再来就是身上还有另外一个香蕉皮，稳稳拿，红色龟壳来了，哈哈，用红色龟壳挡，来香蕉皮放个，嘿，很好，顺利的跑到最后一圈了，开始吧。红色龟壳来了，没事，炸弹哦，哇，还好，闪电跟炸弹好像是不冲突的，所以你被闪电打到是不会被炸弹炸到，应该吧？没关系，双层道具吃个，一次拿两个就比较不容易被打。来，钱币吃个，龟壳放个，很好。漂亮的甩尾，雷特镜表演做个，哎呀，呼，那边再跳一下，嘿，帅气，很好，红色龟壳来了，终点线就在眼前喽，哇哦，有个小香菇，冲啊，哈哈哈哈 ，finish， 很好，第一场由我西施会拿下来啦，赶紧记录下一场比赛。蘑菇杯水上乐园，水上乐园也有水下乐园，哈哈，水下明明也有乐园啊，没错吧？来吧，第二场比赛，三、二、一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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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对不起，刚刚没有认真吃钱币啊，嗨，真是的，可能是因为。进入了 100cc， 有点让我小兴奋一下，因为难度终于要提升了吗？哇哇哇！我还想说我要被红龟壳砸了呢，真的是哦，吓了我一跳。没事，哎，来双层道具吃个，哇，甩尾一路甩到底呢，吼吼！来钱币吃个，放个龟壳，
右边甩个尾呀，左边甩个尾，哦吼！哎呦，难得我今天左右分得很清楚呢，嘿嘿。喂呀，飞起来喽！红色龟壳来，不怕不怕哟，撞到了，全力吃个吃满喽，喂嘿。第二圈，嘿，右边甩个尾，嘿，哎哎哎哎哎，香蕉皮，哈哈，先踩到香蕉皮也不会怕，嗯。对不起，蓝色龟壳来了，红色龟壳一起来。哦，没关系，至少两个不是会地下，可是我这里一次来三个 ，OK OK， 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哎呀，哎呀，凡事是不是都不能太兴奋啊？真是的，100cc 也要这样玩我吗？没关系，钱币吃个，好好把钱币吃好吃满。来，右边甩尾甩下去，嘿，很好，顺利顺利，钱币吃完，顺利顺利，哦吼，喂，真是的，上不去哦，好可惜啊。来，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圈了，喂，右甩尾，右小香菇，冲，哎，没吃到，可惜可惜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来，飞起来喽，哎，没有飞，来，赶快找道具，小小加速一下。很好，左小尾，不对，这是右边。哎呀，才刚说好像已经左右分得挺清楚了，看来是没有呢。哇，有点危险啊，现在都没有龟壳。快点快点，有道具有道具，赶快来，要好好保护好我自己。嘿，飞起来以后，钱币有香蕉皮，放个放个放个，嘿，保命，终点键就在眼前啦 ，yes。Finish。第二场一样是顺利的拿下来了。没事，很顺利，很顺利。来下一场比赛，蘑菇杯甜点峡谷。看起来就是很好吃呢。稍微肚子有点小饿吗？不不不不不，都是热量。不行，我要减肥。来。第三场比赛，三、二、一 ，Go Go！ 哈，看我干嘛？嘿，我按喇叭你不爽吗？不爽你可以想办法来冲第一名啊！嘿嘿，香蕉换个，冲啊！哦，来，又甩个尾，来甩到底，这是一个超长的转弯下坡，吼吼！哦，我今天走红色好了，我想要大红大紫，没有紫色啊，大红，成为网络红人才是我的梦想啊，大概吧，也不是说想要红啦，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，可以找到我个人在网络上的舒适圈，所以我才会建立这个频道啊，马铃薯王国。创造出属于我个人的王国，这样子。没关系，加油，数字加油，罗马六赛车开始啦，嘿嘿。来，继续右甩尾，在第二圈的大型甩尾跑道，呼呼。红色龟壳，我不怕，哇哇，没关系，偶尔走走蓝色也不错。右甩尾，不对，对，右甩尾，右边。我听到蓝色龟壳的声音，蓝色龟壳不怕不怕，钱币少吃一点而已，嘿，我的心可是很坚强的，哎呀，绿色龟壳太晚放了，可惜，没事没事，哎，绿色龟壳好好保个，轮喽，最后一圈喽，来右甩尾。甩进去，甩进去，左甩尾，甩进去，甩进去。哦，钱币，钱币，哎呦，哇哦！哈哈，在冲的时候，那个油一喷的墨汁会被冲掉呢。Yes！ 吼吼，钱币吃吃吃吃好吃满。好，没问题。继续走我们的红色道路，嘿嘿。来，钱币吃个，有炸弹呢，来放后面。进入到 100cc 之后，炸弹真的就不能拿来乱玩了。
不能像之前50 CC 在那边测试可不可以放在后面，哼，结果被砸。虽然那时候可以100%保证我一定是可以拿第一打，可是有些事情还是不要随便乱玩的好了。冲啊！来，终点现在眼前，冲过去 ！Yes， 很好。第三场第三圈也是很顺利的拿到我们的第一名啦。进入下一场比赛，蘑菇杯东东遗迹。想想的这一关依然是简单简单吧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让大家吓一跳了。来，最终比赛，当然我也会在二的时候按喇叭，3、2、1，哔哔，说错了，是 go go 的时候按喇叭，嘿嘿，让大家吓一跳，忘了那个踩着那个加速键，不是加速键，油门，对，油门，红色怪兽这么快就来了，没关系，我保护好了，嘿嘿，好，双层道具吃个，我走右侧，我是右撇子，走右侧。喂，撞到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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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水里面没关系。会，会，你也是左甩尾来偷走没关系。想要乌龟壳没关系，给你吧。我不需要。哎呦呀，对不起，我需要我需要。呜呼，可以走吗？嘿嘿，嘿嘿，没有做到特技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会，好，很好。我马上进入到第二圈了耶，速度真的是颇快的。右甩尾，哎呦，哎呦，很好很好，哎呦，我看到保命符了，不要来个闪电就没有问题。我只要小心蓝色龟壳，哎呦，这边路有开耶，咻，飞起来飞起来，不不不，哎呦吼，哎哎哎，躲掉了躲掉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真是的，吓死我了，嘿，嘿呀，很棒很棒很棒。主持，你可以的，最后一圈了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最后一场了，还没到最后圈呢。哦不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偷走，没关系，我手上有个保命符，蓝色龟壳我就不怕了。对不起，我用掉了，因为我不想被红色龟壳打、啊，真的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一圈，小心防护住就好了，不用太担心啦。右边甩一个尾巴，这是左边。右边甩尾，来来来来，有大石头呢。左边用力给它甩下去，吼吼，双层掉，哇哇，要被打了！哦呀呀呀呀呀呀，真的是哦。香菇啊，香蕉，嘿，飞起来，不要打到，不要撞到。现在只有4块钱币，有点糟糕呢。好吃，呵呵，来是鬼可啊，真的是哦。剩下1块钱的啦，喂，有七块钱，7块钱够吗？不要被打到，不要被打到，没事。喂，喂，10块钱 ，yes， 好好好，稳稳的到终点就好，稳稳的到终点就好，稳稳的到终点就好。Finish，yes， 噔噔噔噔，很棒，第四场也是顺顺的拿下了第一名呐、啊。来，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的精彩重播。导播，我可是会好好盯着你的啊，看看你今天表现的如何。哈哈，我听到我的喇叭声了，嘿嘿。哇哦，你拍的真好哦，导播，拍的真好。我压扁那瞬间，你真的是，你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哈哈，哈哈。很好很好，我觉得今天的西斯会拍的真的是还蛮棒的，真的，今天真的很会抓角度，可以可以 ，OK 啦，导播赞赞的，好啦，获得360枚金币，得到了新的汽车零件 ，OK， 很好。100cc 的蘑菇杯，三星金奖杯到手，这也是 100cc 的第一个三星金奖杯。Yes，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，在破完 200cc 之前，我这个计划是不会画下句点的。所以说，小绵羊的三星计划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。
当然，如果你有兴趣跟我一起见证目标达成的瞬间，请务必按赞、订阅并留言告诉我。我是薯汁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。